叫他们叫那个各党团去宣布我会啊。好，我们因为现在开会时间已经到哈，可是我们台下的委员还不够，只剩下我们两位主席在这里哈。那所以我们再等十分钟哈，再等十分钟，那就再休息一下吧，谢谢。
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四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请宣读。立法院第七届第八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2020年11月28日上午9:17至11:42，地点本院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廷飞等11人，列席委员曹委员、尔忠等19人，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简太郎等，主席张召集委员庆忠。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2至23案。均为本院议事处送本会查照案，决定报告事项第2案至第23案准予备查。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吴玉生等21人依据消防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林昌明等19人依据下水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张庆忠等26人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80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三、审查结果。一、第一案修正通过，内容如下：第12条，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应实施认可之消防机具、器材及设备，非经中央主管机关所登录机构之认可，并附加认可标示者，不得销售、陈列或设置使用。前项所定认可，应依序实施形式认可及个别认可，但因性质特殊，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者，得不依序实施。第一项所定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应实施认可之消防机具、器材及设备，其申请认可之资格、程序、应备文件、审核方式、认可有效期间、撤销废止、标示之规格样式、附加方式、注销、除去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定登录机构办理认可所需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其收费项目及费额由该登录机构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第一项锁定消防机具、器材及设备之构造、材质、性能认可试验内容、批次之认定、试验结果之判定、主要试验设备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分别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锁定登录机构，其申请登录之资格、程序、应备文件、审核方式、登录证书之有效期间、核换发、撤销废止、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二、第二案保留送党团协商。三、第三案修正通过，内容如下：第80条之一，大陆船舶违反第32条第一项规定，经主管机关扣留者，得处该船舶所有人、营运人或船长、驾驶人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前项船舶为渔船者，得处其所有人、营运人或船长、驾驶人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前二项锁定之罚锾，由海岸巡防机关执行处罚。四、以上个案均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论。院会讨论前，除下水道法修正草案案，于拘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张召集委员庆忠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散会，宣读完毕。这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错误或遗漏，我们就确定。那今天我们的议程列有审查合作社法第一案以及人民权益案45案，我们是不是先把权益案做一个处理再来讨论法案？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请先读人民权益案。权益案二：审查贾玉如女士等权益案45案。参考意见，请愿案引本送请本会委员与审查相关法案时参考。以上个案均不成为议案。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之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院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那个秘书处已经备妥参考意见，是不是按照参考意见通过？如果没有异议，请参照意见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请宣读。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合作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系2010年10月21日第七届第八会及第六次会议决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官员哈，来，内政部次长简太郎，社会司司长黄碧霞，农委会辅导处科长蔡科长，金融管理委员会银行局副组长邱美珠邱副组长，保险局的科长李科长，行政院卫生署议事处检任视察周道君，财政部户税署组长蔡组长，国教司专员王专员，中部办公室专员陈专员。那个，我们现在就请内政部检次长报告哈，两分钟哈。主席、各位委员，今天大院审议行政院提送社合作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感谢各位委员长期以来对合作事业业务给予关注与指导，表示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这里面第一个项目的部分，我们罗列了一共有22项啊。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修法的条文内容的修正，这是第一点的报告。那第二呢，各位请看第六页的结语哈，这个是一个重点哈。就合作社法从民国23年公布施行，迄今已经达75年，期间虽然经过多次，大概有7次的修正，为民国91年的修正是配合行政程序法施行所做之部分条文修正，98年1月21日之修正，仅系增订第55条之一有关主管机关得命令解散合作社之要件及程序，100年。则系配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济公约等等相关事件修改相关条文，就是两公约哈。那所有编法迄今均未有实质内容的修正，所以本部这一次的修法最主要是依合作事业发展现况检讨以后，依据宪法的规定，同时配合法规松绑政策与迎合合作事业世界的潮流，并经参照实务执行经验及会诊各界的意见，以应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及主管机关辅导管理需求，相信未来在完成立法程序以后，可以为合作事业营造有利的发展空间，并发挥照顾社会弱势族群的积极功能，敬请各位委员指教，有关条文内容也敬请各位参阅。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次长的说明哈。请问各机关有没有补充报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询答哈。那现在开始询答，欢迎登记时间，每个时间10:30截止登记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发言。第一位我黄昭顺，我不发言，我送书面。那再来就黄仁书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康世儒委员不在。郭文成委员不在。李学章委员不在。潘维刚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不在。罗淑蕾委员不在。江义雄委员不在。吴清池委员不在。郑金玲委员不在。侯彩凤委员不在。刘胜良委员不在。陈淑慧委员不在。林昌敏委员不在。请张庆忠委员。改提书面。好，谢谢。那我们登记发言的通通都已经结束哈，那现在我们就进行，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都已经发言完毕，行答结束。那个黄昭顺委员跟张庆忠委员，我们送书面，那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内政部另外以书面答复。那本日会议所提执行，还没有。再来就是要先读啊，要逐条啊，
要先读啊，逐条啊，再找一个委员来。好，我们请议事组先读哈。哎，一起读啊，我们请议事组一起读，然后请那个党团再找委员过来哈，谢谢。第一条，为健全合作制度，扶助推展合作事业，以发展国民经济，增进社会福利，特制定本法。本法所称合作社，指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之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社会经社员经济之利益与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之团体。第三条，合作社得经营下列业务：一、生产，经营各种生产加工及制造之一部或全部业务；二、运销，经营产品运销之业务；三、供给，提供生产所需原料机具或资材之业务；四、利用，购置生产制造及除销等设备供生产上使用之业务；五、劳动，提供劳作技术性劳务或服务之业务；六、消费，经营生活用品销售之业务；七、公用，设置住宅、医疗、老人及幼儿社区照顾相关服务等公用设备供共同使用之业务；八、运输，提供经营运输业所需服务之业务；九、信用，经营银行业务；十、保险，经营保险业务；十一、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定之业务。前项第九款、第十款之业务不得与前项各款其他各款业务并同经营。第三条之一，信用合作社、保险合作社分别依信用合作社法、保险法之规定，其未规定者依本法之规定。合作社经营之业务以优先提供社员使用为原则，但为业务发展需要，除保险合作社外，得报经主管机关许可提供非社员使用。前项非社员使用合作社服务之业务项目范围、基准、限额、收益处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六条，合作社之责任及主要业务应于名称上表明。非经营本法第三条所规定之业务，经所在地主管机关登记者，不得用合作社名称。第七条之一，政府应视实际需要，自行奖助民间或结合民间资源办理下列事项，以健全及强化合作社组织：一、宣导合作制度；二、办理合作教育训练；三、辅导合作社之发展。第九条，合作社设立人应召集创立会，通过章程选举理事、监事，组织社务会，于一个月内检具创立会会议记录、章程及社员名册，以书面向所在地主管机关为成立之登记。应登记之事项如下：一、名称；二、业务；三、责任；四、设置；五、理事监事之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地、职务、住所；六、社股金额缴纳方法；七、各社员及准社员认购之社股及已缴金额；八、关于社员、准社员资格及入社、退社、除名之规定；九、关于社务执行及职员任免之规定；十、保证和责任合作社之社员其保证金额；十一、关于结余分配及短处分担之规定；十二、关于公积金、公益金之规定；十三、定有解散事由时其事由。前项登记事项除第五款年龄、出生地、职务及第七款外，有变更时应于一个月内为变更之登记，在未登记前不得以其变更对抗善意第三人。合作社章程有修改时，应经合社员大会之决议，并于决议后一个月内以书面检具会议记录，向主管机关为变更之登记。第九条之一，合作社章程应记载下列事项：一、名称；二、责任；三、设置；四、组织区域；五、经营业务种类；六、社股金额及其缴纳或退还之规定；七、保证责任合作社社员之保证金额；八、社员及准社员之权利及义务；九、职员名额权限及任期；十、营业年度起止日期；十一、结余分配及短处分担之规定；十二、公积金及公益金之规定；十三、社员及准社员资格入社退社及除名之规定；十四、
涉务执行及理事监事任免之规定，十五定有存立席间或解散事由者，其席间或事由；十六其他处理涉务事宜。第三章涉员涉股及余处。第十一条，具有下列情形或资格之一者，得为合作社社员：一、有行为能力；二、有受辅助宣告之人经辅助人书面同意。具有下列情形或资格之一者，得依章程规定申请为有限责任合作社准社员：一、六岁以上之无行为能力人经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二、限制行为能力人经法定代理人书面同意；三、不具章程规定社员资格之有行为能力人，准社员除无选举权、被选举权、罢免权及表决权外，其权利义务与社员同。合作社选举罢免之种类、候选登记、资格审查程序、投开票、选举结果与罢免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四条，合作社成立后自愿入社者，应有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或以书面请求依下列规定决定之：一、加入有限责任或保证责任合作社，应经理事会之同意并报告社员大会；二、加入无限责任合作社，应由社务会提经社员大会出席社员四分之三以上之通过；新加入之社员或准社员，合作社应于许其加入后一个月内报主管机关备查。第十九条，社员欠缴之社股金额，合作社得将其应得股息及结余拨充之。第二十条，社员非经合作社之同意，不得让与其所有之社股或已是担保债务，但社员所有之社股经依法强制执行、行政执行纳入破产财团或依法裁定开始清算程序者不在此限。社股受让人或继承人应承继让与人或被继承人之权利义务，受让人或继承人为非社员时，除依第十一条及第十四条之规定加入合作社者外，退还其股金。第二十二条，社股年息不得超过10%，无结余时不得发息。第二十三条，合作社结余除弥补累积短处及付息外，应提拨10%以上为公积金，5%以上为公益金，与10%以下为理事监事事务员及技术员酬劳金。前项公积金已超过股金总额2倍时，合作社得自定每年应提之数，社员对于公积金不得请求分配。第一项公益金为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资产负债表项下之负债科目，因公合作事业、教育训练、宣导、社会福利或公益事业之用途使用，不得移为他用，合作社解散后一同。第二十四条，合作社结余除依前条规定提拨外，其余额按社员交易额比例分配，前项余额经提出社员大会决议不予分配时，得移送社员增任股金或拨作公积金。第三十条，出社社员得依章程之规定请求退还其股金之一部或全部，股金计算依合作社营业年度终了时之财产定之，但章程另有规定者依其规定。第三十二条，合作社设理事至少三人，监事至少三人，由社员大会就社员中选任之。社员受破产宣告或经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尚未复权者，不得为合作社之理事或监事。第三十三条，理事监事之任期不得超过3年，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连选得连任。第三十六条，理事会应于年度终了时制作业务报告书、资产负债表、收支余处表、财产目录及结余分配或短处分担案，至少于社员大会开会十日前送经理、送经监事会。好，这条念完。送经监事会审核后提报社员大会，但召集临时社员大会不在此限。前项财务报表之内容、会计事务之范围、财务处理、费用之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书类合作社应于社员大会承认后一个月内，以书面报请该管主管机关备查，主管机关得派员实地查核，必要时并得会同有关机关办理，合作社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查核。前项查核种类、方式、程序与主管机关监督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这个报告委员会哈，现在忽然我们坐在下面的委员不知道要跑到哪一个委员会去了，所以我想暂时我们就不念了，我们再请黄伟哲委员发言两分钟。好，谢谢。谢谢主席，我把握时间。那个内政部检次长以及各位长官哈，请次长。哎，请检次长。次长，哎，非常简短，问你两个问题啊，请问第一个问题哦，这个学校合作社，坦白讲，我们今天审合作社法是，但是原生合作社，坦白讲，有一些地方是蛮有争议，就是说有时候学校合作社前一阵子爆发这个制服超贵啊，然后书本书籍又超贵，暴力，所以变成学校合作社的这个管理啊，到底是归教育部还是归内政部？好，你过去这个制服代理的这个部分，学校合作社这个营业的超额，然后呢，都给这个教职员来做福利，可是出钱的是学生啊居多。你觉得这部分归谁管理啊？在中央是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县市为县市政府。对，嗯，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是自治，然后说这是因为小？但是如果它是涉及到相关目的事业主管的业务，还是由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处理？那你目前为止有没有对学校合作社做一些稽查？它盈利状况，前日爆发这个制服代理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任何稽查成果？有，它是由各主管机关去稽查。好，那你给我一些书面的东西好不好？好，看你们跟地方政府有没有去了解这个问题，暴力的问题，好啊，盈余分配的问题。好，第二个问题，住宅三法，实价这个交易的实价申报啦，这个以及其他马总统所说的居住正义的问题，是。那现在可能通过吗？今天最后个礼拜的会了。现在这个案在立法院，我们内政部也积极在协商立法院当中。有没有进度？有没有进度？因为这个案子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在立法院。但马总统可以讲说，像是过去他讲这个奢侈税一样，一定要通过，一定要通过。现在没有呢。不，我们现在内政部还是积极在协调立法院当中。好啊，可能会不通过哦。就我没有办法。不通过可能跳票啊，跳票可能就变成骗票了。我们当然在积极协调了，好不好？主导权最后。我觉得这部分就看马总统执政党，执政党是立法院多数啊。要有决心，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次长。嘿，阿丹海呀，阿舅妈，舅妈变哪样都可以呀。念不头你啦，阿弟无甲坐嘞，你无甲坐。啊，我念拢无人坐，袂使啦。一定要有人坐在下面。念的时候不用吗？确定是这样。啊，真的吗？好，那就继续念吧。你们不能到时候又抗议哦，哈。好好，我们继续念，来，我们把它念完哈。第39。那我请那个党团，那个国民党团跟民进党团哈，把你们的委员找来，等一下有意见他能够表达，好不好？我们先念哈。第39条，监事之职权如下：一、监察合作社之财产状况；二、监察理事执行业务之状况；三、审查第35条、第36条所规定之书类；四、合作社与其理事订立契约或其诉讼上或为诉讼上之行为时，代表合作社监视为执行前项职务，认为有必要时，得召集临时社员大会，监视行使职权方式、程序、范围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监察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0条。监事不得兼任理事、事务员或技术员，曾任理事之社员于其责任未解除前不得当选为监事，理事监事不得兼任其他业务性质相同之同级合作社之理事监事，或与合作社有竞争关系之团体或事业之职务，合作社之组织系统、员额编制、人事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1条删除。第45条，合作社会议之召开规定如下：一、社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二、社务会每6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三、理事会每3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四、监事会每3个月至少召开一次。第6章，监督解散及清算。第54条之一，主管机关对合作社之社务及财务应予指导监督。第54条之二，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合作社之业务应予指导监督，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前项业务得视需要，定有关合作社业务经营之辅导管理奖励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第54条之3，主管机关应对合作社实施稽查考核及奖励，并得视需要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合作社对于前项之稽查考核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并应提供必要之协助。第一项之稽查考核得委托机关购学校或团体办理。第一项稽查与考核方式、项目实施期程及对象、辅导管理措施、程序等级评定、奖励项目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55条之1，合作社有下列形式之一者，主管机关得命令解散：一、申请成立登记所载事项或缴交文件有虚伪情事，经主管机关撤销其登记；二、经主管机关依第57条第2项规定公告废止其登记；三、依第51条规定，经一定期限内通信表决，社员逾半数不表示意见；四、连续2年未召开年度社员大会，经主管机关以书面通知、公示送达或公告限期召开，届期仍未召开；五、违反第10条之1或第58条第2款规定，经依第73条之1第1款规定，按次处罚逾3次，届期仍未改善；六、违反第56条规定，经依第74条第4款规定，按次处罚逾3次，届期仍未改善；七、有第55条第1项第1款或第3款情事，未于一个月内向主管机关为解散之登记；八、违反第54条之3第2项规定，经依第74条之1第5款规定，按次处罚逾3次，届期仍未改善。主管机关依前项为解散之命令，除前项第1款及第2款外，应公告废止其登记，命合作社依本法相关规定办理清算。第60条，合作社之解散，其清算人以理事充任，但合作社章程另有规定，或经社员大会选任者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项规定定其清算人时，法院得依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或依职权选任清算人。合作社经主管机关命令解散，而有可归责于理事之事由者，法院得依主管机关、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或依职权改任清算人。清算人应于就任15日内，将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就任日期呈报该管主管机关备查，其由法院选任者，并应呈报法院备查。第73条，合作社理事或清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47条第2项关于通知期限之规定；二、违反第51条或第64条关于通知或公告期限之规定；三、违反第60条第4项规定。有前项第2款或第3款情事者，除处以罚款外，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按次处罚。第73条之1，合作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按次处罚：一、违反第9条第1项第3项、第10条之1、第10条之2、第36条第3项、第57条第1项或第58条关于登记开始经营、报警备查或核定期限之规定；二、违反第21条第1项或第59条第1项关于通知或公告期限之规定。第74条，合作社理事、监事或清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4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按次处罚：一、未依第35条第36条第1项、第63条第1项或第65条规定备制、制作造句、呈报报告、提交相关簿册书类或为不实之记载；二、规避妨碍或拒绝社员及合作社债权人依第37条规定查阅书类；三、违反第40条之1或第63条之1规定；四、有第56条规定情事不为宣告破产之申请。第74条之1，合作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4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令其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按次处罚：一、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3条之1第3项规定锁定办法有关非社员使用合作社服务之业务项目范围、基准、限额、收益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定；二、违反第6条第1项规定；三、违反第22条或第23条第1项规定；四、违反第40条规定；五、违反第54条之3第2项规定；第75条之1删除。宣读完毕。
现在先读完毕哈，可是我们的委员都跑，他不知道跑到哪几个委员会去了哈。那个民进党的党团，你们的委员要不要来开会？确定不来吗？那个一名，你要不要？好，那我想现在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哈。那我要做结论哦。那个民进党那边，你确定不来开会吗？你有确定打过电话了哈？你莫讲我昨晚唔甲开的，啊你是拍谁？好，你有再打过电话哈？好，那我就要宣读了哈。因为那个条文一定要有两个委员在下面，我们才能够做决议。所以现在读完了，大概就没有办法做处理，所以我们另外定期来协商，可不可以？定期处理还是协商？可不可以直接跳到协商去？那处理的话，他们再不来，我不是完蛋吗？啊？可不可以直接跳到协商去？协商读完了不能协商哦。协商是我们会你的协商，你是会直接协商。好，我们另外再定期来讨论好了，好不好？那今天很抱歉，因为大家都太忙了，那我们就暂时开会到这边哈。那我们就散会，好，谢谢。那有两个来，有两位委员哈，有书面咨询，我们也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哈，就是黄仁书委员跟陈富海委员。好，那没有其他的意见吗？好。好，那我们就散会了。我也很可怜，我很可怜，我从高雄搭车来。谢谢。辛苦。